老方，你可真是咱们骑士六虎的模范啊！姓郑的这么折腾，不就是针对你吗？啊，你倒好，还团结协作上。郑秘书针对的是杜鹃，不是我。行，这件事上，那就我一个人是跑龙套的，行了吧？老爷，你要这么说可就生分了，特工总部这个部门。 不落井下石，就是好兄弟了。兄弟们记住你这句话。多开，多开！西比亚根，先是郭大宇，现在又是万兆林。王总，特工总部现在太热闹了吧？万兆林只是特工总部的一名司机。 谁会杀死他呢？又把他的尸体放在这里？我们马上调查，一旦有了结果，我会立刻向四国军汇报的。这刚刚到现场，哪儿那么快要结果呀？李立行呢？他怎么没有来？啊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主人留在车上，我们一会儿会上车向他汇报的。他的命就这么值钱吗？马上让他过来。啊。 怎么？我的命令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这就去叫他。老方，现在是咱们特工总部在办案，又不是宪兵队，啊？四国军，你这个命令还真有点问题。四国三。 没想到你也来了。七十六号，陆续有人死在我们的面前，你居然悠然在车上睡觉，贪生怕死吗？我大日本帝国最无法容忍的就是你这种行为。四五三批评的事，我一定带领特工机关全力侦办。叶处长刚才告诉我，现在是特工总部在行动。 我的命令有问题，是这样吗？特工总部是在大日本皇军的直接领导下，四五三的命令当然没有问题了。有事。叶处长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什么？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看着呢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 三哥，整个上海滩没人敢去宪兵队报信。你信吗？不信。你杀中国人从来不眨眼。你可以杀死现场所有的人，但是我不相信你杀得了我。 听人说呀，你们家是横滨乡下，你们家祖上都是给别人当奶妈的呀，啊？你这家伙算个什么玩意儿，在老子面前耀武扬威的？八戒，让路！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啊！这样，咱们俩呀，拿枪对射。 完事儿以后，各收各的师。哎，大不了让你们那什么煤机关再弄个特工总部出来，反正我们都是跑龙套的嘛。来，来啊，进来。
我跟你说话，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，别杵在这儿给共产党军统当活靶子。 谁翻脸刨根日本人翻脸？我那可是为了咱们76号啊！哎，四五那巴掌是打在我脸上吗？那明明是打在咱们76号所有人的脸上。那你也不能跟日本人动手啊！你还嫌事情不够大吗？他既然敢打过来，我就得打回去。啊，我没什么能耐啊，就干点这种糙活。嘴硬。再说，您不是也没拦着我吗？哎，主任，这。 说句实话啊，这日本人该打，这么多个巴掌，也算是给咱们76号找回面子了。<笑>哎，老凤，四五一小小的准位，下次再闹我直接抽他。哼，四五是个小小的准位，可他背后是大日本帝国，你有本事抽整个大日本帝国吗？我抽就抽，我管。老爷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啊。 咱们以后啊，还是得跟着主人的战略，追求和平救国，忍辱负重，啊！万兆林死之前，在百岁有当铺当了一枚戒指，我刚才去当铺赎回了戒指，又拿着它去确定了一下。方家属说的没错。 就是我们抓的另外四个人中的一个，但是不是牵扯到黑帮，还要再确认。跟海潮无关？肯定和海潮无关。好，来来来，老张，坐坐坐。方副处长，你怎么看？ 从这两天的接触来看，方家树这个人确实非同小可。从证据的角度，没有任何瑕疵。那天晚上深夜把他拎到现场，当着海潮的尸体，又是逼问又是擦脸，这个方副处长可以说是滴水不漏。还不止这些。 方家树可是带着一家子住在我们的大院儿，这相当于他是带着瓶瓶罐罐去上战场，全身都是羁绊，还要保持着对清醒的头脑和对矫健的身手，携兵家之大计，心平气和，穿梭于刀山火海而绰绰有余。 这个人要是杜鹃，那可真令我佩服到家了。主任这么说，好像已经承认方家树没有杜鹃的嫌疑了。过去不怀疑，不等于现在不怀疑。现在不怀疑，不等于将来不怀疑。<笑><笑> 老郑啊，您弄的这个小东西作用不大，麻烦不小，以后还是少弄吧。
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手法，这个主任就不要太拘泥了吧。倒是那个叶处长好好的把我的办公室弄了个底朝天，我都不想告诉你这些。叶星城那个兔崽惹急了他，连日本人都敢打，我管不住，所以才劝你少招惹他。那么多个大嘴巴，日本人可绝不会白挨啊。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，这是规矩，我们还是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要紧。老郑，那个傅北红真的和你联系了？啊，海超的那封电报虽然给主任添了不少麻烦，但他是引火烧身，还打进去八个军统，现在连一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傅北红也请了出来，主任还是最后的赢家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不过是见钱眼开罢了。他那个没话又吹得神乎其神，真要让我掏老本，必须得拿出真东西才行。明白，我会尽快安排见面，有没有东西先捏在手里再说。八个军统的电报，我把重庆和共产党都得罪死了，希望那个傅北红真有他自己吹的那么有用。什么情况啊？这个李和平最近在南城印烟馆露面的次数很少，我们盯了几天，终于把他给捞到了。然后呢？大哥，这个看了照片，你先别激动。他在监视苏小姐啊？只是怀疑。我派的兄弟也就见过这么一回。我第一次发现他也是在苏小姐家楼下呀，所以我想着赶紧过来跟大哥汇报一下。行，别人的龙套跑完了，该忙忙自己的事了。你找的人没有咱们七十六号的吧？没有，大哥嘱咐过，我找的全是道上的兄弟。好，苏小姐的事情除了我以外，不能跟任何人说。好。我倒要看看这是个何方神圣。通知你的兄弟，等这小子再出现，直接给我动手。好嘞。哎，打点一下。谢大哥。烟壶出现了。家里有新的任务。被捕的八个人，两个壮烈牺牲，三个顽强抵抗，还有三个叛变投敌了。是要组织营救吗？营救的事情家里会单独派力量进行，无论如何这一次损失巨大，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。对七十六号，对日本人实施报复。银狐下了死命令，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叶星城。不惜一切代价。我们分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这南燕的出现让叶星城和李立行貌合神离，今天又发生了叶星城打日本人的事，银狐认为这是个最好的事情。千万不要小看了叶星城，
他真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简单也好，复杂也罢，我必须完成任务。苏小姐啊，坐。大忙人啊，跑前跑后的，多少时间没见你了都。忙什么呀？就是帮别人跑跑龙套。打了日本宪兵那么多个巴掌，这叫跑龙套啊？苏小姐都听说了。这么大事儿，谁不知道？他们见着我呀，躲着还来不及呢。就苏小姐你还要往我身边凑，什么意思呀？好心来关心关心你，怎么着还挑眼了？行。没有，我这不是感谢苏小姐关心吗？有你这么感谢的吗？行，这么着，晚上红帐夜总会我请客。今天我不想喝这种酒啊。打日本人耳光这事儿，不可能这么悄无声息就过去的，自己当心点啊。多谢苏小姐关心，都在酒里了。你怎么想的？跟日本人动手？是他们先动的手。再说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这租界里啊，法国人、意大利人，我都动过手。那日本人跟他们能一样吗？就为那点面子？我不就剩下这点面子了吗？就算是狗，它也有呲牙的时候吧。啊，其实也不是光为了面子，就当是为了你。哎，你打住啊！你要出什么事儿，我可不背锅。有你这份担心。我做什么都值。你想点正经事儿吧，就知道耍嘴皮子。想有什么用呀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来，再喝一杯，表示感谢。苏小姐。嗯。你跟那个，就那个，方家说，还说呢。今天在院子里，就来找我说话，说什么最近不太平，叫我小心一点。我当时就烦了。他这人可太没意思了。都已经分手了，还给我黏黏糊糊的。然后我就说了他几句。他呢，倒也是识趣儿，马上就走了。你不会对他还有意思吧？其实，我还挺愿意听人跟我说这些嘘寒问暖的。不过不是他。那是我吗？我想来想去，怎么除了你，我也找不着别人了呀？苏小姐，你刚才一进门就应该先说这个呀。看着我干嘛？说话呀。我嘴笨。话不太会说，不过我现在真是高兴啊，
高兴就好。但我还是得提醒你啊，日本人的事儿自己当心点。那都不重要。嗯，别光说我了，四小姐，你最近要小心一点，有人在打你的主意。谁呀？我还不知道是军统还是共党，不过已经派人去查了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在发现郭大宇尸体的地方，我找到一个物件，让我想起一个人。这个人曾在你的住处附近出现过。真的假的？你别吓我。有我在，你放心。你还是先过好自己眼前这关吧。都说了那不重要。来，舅舅，我这边最近挺忙的，见不了面了，你自己到周围转转，散散心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啊，下次再来。嫂子，给找个包间。朱玉，哎，带叶署长他们进包间。哦，好的。叶署长，您这边请。啊，这边请。行了。发现郭大宇尸体的地方，咱们只找到一副眼睛。能跟到现在，你小子算不错啊！没想到这小子贼得很，我们真的是就差一丁点就抓到他了，大哥。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啊？大哥，你吩咐的事儿，我绝不敢有半点马虎。这条线索暂时断了，还是要追下去。绝对保密啊！
是，大哥。叶署长，四果来了，在门口等你。他还带了好多身份证。色果，大哥，绝对不能出去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大哥，大哥，色果君，这么大阵仗啊？叶署长，特工总部是一个非常团结的整体，绝对不可以出现分裂。我们的理想是中日亲善、和平建国，最后达成大东亚共荣的美好愿景。作为特工总部骨干的你，你的行为却严重违背了我们的理想，所以必须要对此负责。哎呦，色果君，我得给您道个歉。组长，我负责。我的错，不就是几个大嘴唇吗？行了吧？大日本皇军最讲究公平公正。你打了我的士兵那么多个耳光，所以今天必须打回来。继续。大日本皇军，你别那么小气嘛！不小气，我们可以帮你。哎。苏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苏小姐，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。中国有句话叫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”，我们这样不过分。色谷正带人在这打叶星城嘴巴子呢，你赶紧跟李主任汇报一下，看看怎么处理。我估计李立行知道这事儿，找他也没有用。这样吧，你去厨房弄个火灾的假象。一定要有烟冒出来，我马上就来处理。特工总部隶属于梅机关，您的宪兵小分队也是隶属于梅机关，大家都是同一个上级，这属于内部矛盾，没错吧？没错。那既然是内部矛盾，就应当双方负责人都到场呀。李主任是我们特工总部的负责人，您是梅机关在76号的代表。就应当双方都到场，才能够各自决定如何惩治自己的下属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确实需要双方上级的同意，为此我和李主任进行过非常认真的磋商，他完全同意我对叶处长进行的惩戒，为此他还答应过我今天会到现场亲自督查。李主任，李主任，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，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来呢？这就给了。
最近不安生，保护的暗哨你加了没有？按您的吩咐，我增加了一倍。找几个人把聂大姐送回老家去，越快越好，留在这儿是个累赘。是。叶组长，那个，叶组长，站！不，你怎么了？你说呢？四虎，这个王八蛋！中，他说是你同意的。四虎说是我同意的，你就相信了？我相信。我李立行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！你没同意他在大马路上打我耳光，我没同意他在大马路上打你耳光。那你还是同意他打了？行成，我们都是在日本人的手下，那你就同意他打我呀？啊？那不是我的意思呀！行了。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说了，那不是我的意思。你这样说最没意思。你们都来逼我，我容易吗？啊！和平建国说的就是忍辱负重，你们呢？你们有什么本事？你叶行成告诉我啊！你他娘的还是我的自家人的，你也来逼我？你要打色狐的耳光也好，你要打老子的耳光也好，你他娘干有本事的实事啊！啊！不要搞了呀！不要搞了呀！大不了大家一起死好嘞。都死了，你都死不了。叶处长，叶处长，宋胖子，别问啊，千万别问。叶处长，
你没事吧？多大点事儿啊！我送你回家。别动。明天送我上班。啊。这些个嘴巴子打的呀，算是把李立行和叶星城彻底打散了。可萧璐还是抓住这个机会，去破叶星城了。虽说军统这些下作手段挺让人瞧不上的，可都是女人。想想这个苏小姐，真不知道是该敬佩，还是该鄙视。毕竟是为了对付日本人。之前钟飞兄来找我写孩子的事情，无意中给我透露了一个叶星城的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叶问天。叶星城的侄子？叶问天不是叶星城的侄子。那还能是他儿子？你说对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如果让叶星城知道了李立行在别人面前说这个，他杀了李立行都有可能。这是李立行跟叶星城之间最后一块遮羞布了。搞了半天，是他和他嫂子的孩子。哎呦，这对叶问天这孩子可真是太难接受了。千万不能让叶问天知道了，孩子是无辜的。苏北侯先生，久仰大名，李主任。这是我们说好的定金，苏先生请过目。哦，苏先生是不是也有东西该给我看看？这是我论文的开篇部分，李主任。你可以上专家去研究一下。论文的全部呢，要等我事业结束以后才能完成。
到时候李主任只要把酬金全部筹备齐了，我们就可以顺利的交接了。实验完成，傅先生的办法到底是行还是不行？抱着希望。